你究竟怎么了？以往在正事上面从来不和朕争执，都是支持朕。你跟朕说，是不是有人逼你这么做？没有人，是我自己，是我放不下心里的一些事情，是我害怕失去你，是我不能接受你在战场上挥剑的样子。我只要一想到这个场景，我就坐立不安，站立不止。 跟朕去个地方，我哪里都不想去。一定要去。我们终究要解决此事。你心里放不下的事，朕一定要知道。朕可是你的夫君。你还记得这里吗？我们在这里成亲。当然记得。你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 我跟你说过，无论碰到任何难题，只要来到这里，都能迎刃而解。上次我带你来，解开了你心中的疑惑，这一次，我相信也可以。你要如何做？既然见了面，难免会谈起，难免会争吵，那就不面对着我说，你面对神明，面对天地。好。 6岁那年，父亲外出征战，留下了母亲和我，还有金湛，一同住在城中。父亲走后，敌军派兵围城，包围城中。城中将领死守，却全部阵亡。眼看着敌军就要攻入城中。 母亲不忍看到城中百姓遭铁蹄蹂躏，以一介女流披挂上阵，一直守到了父亲带着援兵回城。城中的百姓等到了父亲，而母亲却没有。父亲赶到的时候，母亲已经被敌军 一箭穿心，死在了战场上。我永远会记得那天，父亲将母亲带回家，母亲就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快起来呀！你奶奶找你。 为难，你说的不错。战争会带走很多人，会取走很多人的性命。每一场战争，都该深思熟虑。那些将要付出的代价，死者给生者留下的苦痛，我应该更谨慎行事，不能辜负每一个上战场为国拼杀的将士。
答应你，我会慎重考虑，尽量避免征战，尝试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。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以后无论是开心的事，或是伤心悲痛的心情，都不能隐藏，我要和你一起分担。我们是夫妻，我们该相互扶持走完这一辈子。未来的路还有很长很长，也难免会遇到坎坷，但无论未来的路有